六十，我看起来七十吗？没有。牙膏是错的，不过没关系。哦，喂，可以吗？可以吗？OK，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sandbag load。我们一个人会有三个沙包，你要走动一个6公尺，把 sandbag 丢过去这个龙门架。不同量级会有不同重量的沙包，所以我们要请 Thomas 的教练群跟好朋友们，来自高雄的 Net 跟 Tony 一起来试。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多少重量的沙包哦。我们有 50 pounds。我们有 100 pounds， 75 150，我们今天准备最重的是250磅，大概113公斤的沙包，所以我们今天就试到250哦。比较轻量级的女生，我是四以下的女生，75可以对不对？100多斤。我们让女生有三个重量的沙包，分别是50、75跟100，但是不一定要完成那100，因为我们今天准备的沙包有限，也许完成两个也可以这样。我们先来动作教学示范一下，这样有点技巧，尽可能靠身体，然后脚打开，手先往下去挖，然后抱好之后，脚踩地板到膝盖，放腿，手抱，站起来。嗯，基本上硬举超过那加10应该也是没问题。OK， 我们试看看50、75、100磅的沙包。OK， 裁判预备，选手预备，来自 Too Much Strong 的司仪 ，Yes， 50。哇哦哦哦！那个我需要男生保护，男生帮忙，男生。对，在龙门轿，在龙门轿旁边保护一下，对。哇、哦！加油！对啊，先抱到腿。好，稳住，对，不要受伤哦，稳住，稳住。先吸掌上去哦，再顺呼吸，再行走。一举，手钻进去，钻进去，手钻进去。手伸直，伸进去。腿踩，腿踩。手搭吧。加油加油！要不然你把它扳正。站站。哇哇！站站站！可以哦。小心，保护保护。Over。OK。还可以吗？我觉得技巧没有对。刚刚第一下，你去哪里了？怎么感觉？喝醉，重心跑掉这样子，对，他没有受伤，没事没事，对 ，OK， 所以不算重了哦。我觉得重量不重，就是技术，因为我第一次玩，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好，我们有请姑姑，平常有在练沙包吗？大概一年一两次。选手预备，裁判预备，加油！哦哦哦，不轻哎，轻轻松松哎。OK， 好轻哦，好优雅，哦，可以打中了，哎，可以，快去那个搬水泥，搬水泥，水泥包一包多少？40公斤，30公斤，跟这包差不多，哎，不对，这45公斤，可以100磅，可以，30秒，呜。孩子吗？是三颗没有问题，应该好。我们来试看看，娃娃教练，三颗重量50、75、100磅，选手预备，裁判预备。哦，来了来了，哦，第一颗太轻了。你是不是想说是你儿子？走了，我忘记了。OK， 你儿子轻啊。OK。OK， 哇哦，22秒，哇哦！OK， 我们请 Yuna 试看看。好，裁判预备，选手预备。OK，
轻松 ，OK 的是，真的蛮轻松的。哦，可以，可以。放大腿，放大腿，放大腿，放大腿。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好强哦，好强哦，可以。33秒 ，Yuna 太厉害，还可以吗？还可以，不会太重，还行。所以看来我们今天准备的都比较轻哦。哦，大家还是我们试错地方了，我们要去人间试一下。这里感觉像精神时光屋，来这边就大家比赛都过不去，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试好了。我们请 Ice 正确的示范。沙包 Sand Bag Low， 选手预备，教练预备。等一下，光摸粉。裁判预备，选手预备。哦，这就是沙包负重行走，完美示范。哇、哦！好帅哦！哦。18秒，呜！所以老师完美示范怎么样抱沙包。对，所以其实100磅 OK， 可以。150磅要不要试看看？啊，这么重哦！好，我们来挑过好了。这样是多重啊？70左右。可以啊，可是我要带腰带。哦，150磅 ，Ice 来了来了 ，Come on！ 哇！哦，正不好正，可以，哇！OK， 呼，还想再加吗？200，不行啦、啊！OK， 我们请 Judy 试看看这样子的重量。选手预备，裁判预备。OK， 轻松。好，我们等下请男生试看看男生的重量。Judy。可以，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中间。好。哇、哦、！OK， 24秒，你有要加码吧？再看看。好，150磅试看看。OK，Judy 要来试150磅，裁判预备，选手预备，来。直升机。抓下面，抓下面。啊，可惜，耶、yeah, ，辛苦了，辛苦了。还吃了吗？我好紧张哦。还吃了吗？娃娃要来试150磅，所以这个其实有挑战哦。有。那我们裁判预备，选手预备。哦。试看看，试看看。我第二次哦。可以可以可以，比老公还轻，哇哇，可以可以可以，表情控制 ，OK yes， 所以150磅没有问题 ，OK。那我们来试男生，我们把阿姨放在男生组，会不会太坏？轻练了。等一下，阿姨要试100、150、200 ，OK， 女生天花板代表。阿姨，选手预备，裁判预备，不要受伤哦。哦，还可以加速。哦，好，小心哦。哇！哈哈哈刚刚我有吓到。哇！哇 ！Strong woman， 也可以，也可以，可以。撑撑撑！哈哈哈 ！OK， 耶、yeah, ，辛苦了，耶、yeah,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200磅没有问题，好，还可以。所以要不是有比赛，你早就在250了，对不对？我就催蕊。好，谢谢阿姨，女生天花板太厉害了。
看完女生的天花板，我们等一下就要看男生的天花板。那我们先从男生轻量级开始。黑熊 ，Oh Strongman is coming under 70，三颗100、150、200公斤。选手预备，裁判预备，黑熊 ，Come on！ 哦，先挑战最重的200磅，可以哦，轻松。哎呀，这个都要往上加250磅，准备好。哦，可以。OK， 这是最轻的，倒吃甘蔗。哦 ，OK， 27秒。呜！但是那个加高是错的，一直忘了加。哎，我的身高应该差不多了。我靠，250磅，黑熊试看看。可以。Come on！ 哦！哇！哦！可以吗？啊！好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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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磅。你有试过这么重吗？没有，真的是 strong man， 超硬，超硬。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试。台湾天花板150、200磅跟250磅，我们请巨人来试看看。选手预备，裁判预备。哇，直接挑战250磅，轻松。哇！加高是错的，不过没关系。加高是女生的加高，不过没关系。轻松的跑定位。对啊。哇！这个还好没踩到脚。可以可以可以。哇！哇！24秒。哇！可以，台湾天花板。哎，要拿回来。OK。150, 200, 250 pounds. OK， 选手预备，裁判预备，加油 ，Nate。哇、哦、，Easy。OK， 200 pounds. Easy， easy peasy. OK， 250. OK， 看来我们要有300磅的沙包了。OK， 25 seconds. Wow, I think you will have 300 pounds, 300磅的沙包。We don't have it today, but we will have it. 405, I think 250 pounds is good. That's already over our body weight. 15量级现在试起来是最重到250，在无限量级 Super Heavyweight 应该就是300磅的沙包。我们今天没有准备，但是值得期待。Pennsylvania, United States, Captain America, Tony. OK， 裁判预备，选手预备。OK， let's go. Whoa, easy peasy. Wow, Superman Tony. 来来来来来。Oh. OK. OK. Don't lea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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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需要帮忙。Yeah. Leave it.Come on, let's go. Get your chest. Okay, okay. Net, net. Hold this. Okay. Whoa. 如果再往上加到300磅，我会做啊。可以，也是可以。这是我第一次做，是吧？我没有做过啊，所以就完全没有经验。嗯。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做，应该是给我多一点时间练习，应该是300没问题。那这个距离我们会再加长1到2公尺。对。所以。是有挑战性、okay. 有 OK， 有挑战性知道可以的。重量是会让那个难度往上加，但最大的问题是技巧，你要怎么拿、我本来觉得说好150就随便包一包，然后200也是，那结果是最后面就是放不过去，就是因为我随便加的，所以技巧是有问题的，要训练，然后你要怎么拿好，然后包好才可以跑，这样子是比较重要一点。 OK， 谢谢 Tony。 看来
300磅再训练一下，可以，没有问题，可以。OK，Tony， 赞的赞的。那就150跟200。OK， 要设100吗？100就100就不用了，就多的这样。选手预备，裁判预备，我们试试看两颗就好了。试试看，哦，直接200，直上。OK。直上的男人，辣场 ，OK， 轻松，倒吃甘蔗 ，OK，Yes， 睡了，睡轻松了。被你说你是76公斤量级左右，啊，还是60？60，我看起来70吗？没有。讲错话，不好意思。OK， 裁判，选手，哦，可以耶！我靠，直接是150。啊，价高是错了，不过没关系，到就好了。OK， 放。OK， 价高是我不过150 OK。可以，继续试哦，100磅。可以。到这里再蹲一下，好不好？对，往上。来。OK。腊肠帮我扶一下架子，架子会动哦。好，比较轻的，75。手往下滑。高点。OK。哇。OK。可以，没有了，你要去哪里？需要帮忙吗？没有，不用搬了，这三个人。OK， 地表最强的妈咪面包包，我们来试看看 Strong Woman。裁判预备，选手预备，两颗50跟75。Come on！ 哦，轻松啊，两个宝贝了吗？怎么轻？怎么可能难得倒他？小手也可爱哦。上期哦。OK。好，今天的辅助训练练完了，70磅 ，OK。耶。其实面包包100磅都没问题，8月6号、7号来挑战了。好。Strong Woman 面包包。哈哈哈！波波真，选手预备，裁判预备。Come on！ 可以，轻松啊！看来50磅会在这个比赛取消这么轻的重量，因为太轻松了，可能是75、75、50类似这样。可以，没有问题。OK， 站直，可以，哇！干什么？这个是 Too Much Strong 的霸凌，职场霸凌的现场，这就是霸凌。那是体贴还是霸凌？100磅，天啊，怎么自己做起来了 ？OK， 一言不合就挑战100磅的沙包，就是波波生站起来就可以了。可以啊！哇、哦、，OK， 休息一下，可以吗？选手预备，裁判预备，来吧！50磅轻松，每个人一只手就拿起来。喂！变动高度，变动强度，居然是在架高。OK， 75也是轻松。放脚上再站。OK， 这个是我们参赛选手最优雅。放大腿再站。哦，不用放大腿。谁跟你放大腿？直接上胸就过去了。Yes。你根本没有在管别人叫你做什么，就直接丢过去了，对不对？对，我想丢就丢。所以其实这个100还可以。比想象中轻。所以 under 54公斤量级，100磅沙包2颗也 OK。可以。好，女生就是被 Luca 卷进的75、100。好，我们谢谢 Luca， 耶、yeah。
试完了沙包，我们大概有一个想法，重还会更重，痛苦还会更痛苦。拭目以待，我们接下来会再公布更详细的试重。今天很开心，我们来到 Too Much Strong， 邀请大家试过我们的沙包。我来对地方也来错地方了，各位就是重量只会更重。不过真的谢谢大家啦，没有你们，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要放多重。谢谢阿姨、姑姑，为什么？他真的在帮弄。鼓掌，姑姑 Julie， 我们谢谢 Tony， 我们谢谢 Nate， 我们谢谢韦恩教练，我们谢谢黑熊、腊肠、波波森、娃娃教练、Isis、Luca、贝。丁丁、面包包、Yuna 跟吉拉拉神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干爹 Krypton， 所以按赞、订阅、分享，持续锁定 SBD 台湾在八月份所举办的大力比赛。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帅气的 ending， 耶、yeah! ！哦，这是波波针吗？对。还有谁想试男生？我已经试了吧。然后这个工作人员会死掉。对啊。会比大一次还累啊。对啊。Strong man, strong woman。对，接下来就是越来越重，没有越来越轻松。